克里斯的猫从来不吃老鼠哦。我们刚发现一个嫌疑人。给，你的飞机怎么样了？修好了。要不要上来坐坐？不，我可不坐。你还是问问别人吧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想坐飞机。宝宝乖，不要打扰他们。你想坐飞机吗？可以吗，妈妈？哇，飞机太酷了！我们起飞。哇，下面的房子好小啊！有一个影子在屋顶上跳来跳去的。贝塔，照片上的人出现了，马上出动！什么？妈妈，小花，贝塔，我们走，我来喽。直升机。终于见面了，蒙面人。也是这老鼠。他竟然能飞。贝塔贝塔，蒙面人逃向集市，速来支援。好，马上赶到。哟呵，游戏开始喽。说话，他又上楼顶了。
听着，你跑不了了，出面就立刻投降，跟我们回警局。消失，一定有线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下去找找。等等，贝塔，别中了埋伏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罗莎局长，我们发现蒙面人了。太好了，抓到了吗？他钻进第五街的下水道逃跑了。赶快增派警力，封锁所有出口。那个下水道的话，应该只有一个出口。我把位置发给你，舒克，真有你的。到底干了什么？坦白吧。啊！请你配合点，现在坦白的话还来得及。哼！哎！啊！喂！啊！你是女的？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绑架那些猫？绑架？说，你把那些猫藏到什么地方了？你们抓错人了。请问你叫什么？无可奉告。那你鬼鬼祟祟翻出阳台是为什么？我没话说了吧，还蒙着脸，你肯定就是贼。这么说你现在也蒙着面，你也是贼了。我们都是老鼠，你说实话，蒙着脸干什么？蒙脸犯法吗？你们抓我有什么证据？你说你没犯罪，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？那你们说我绑架人，绑架的人在哪呢？咱们带他到那户人家里对质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你这家伙！你们是谁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先生，打扰了。今天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有异样？没有。他是不是想绑架您？绑架？他？那您家里有丢东西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丢。他是绑架犯，是我们从您家阳台抓到的。谁是绑架犯？哼，我要去皇宫上班了。我就说你们抓错人了，给我解开。程序有人失踪，程序有人失踪，请附近的警员速赶到现场，请附近的警员速赶到现场。我们立刻赶过去。不好，那边出事了。我们快去看看。喂，你们倒是给我解开啊！你的嫌疑还没完全解除呢。放了他吧，他一直和咱们在一起，凶手不是他。还是这位老鼠先生明智。后会有期了，先生们。太帅了！我们快走吧。
我们是舒克舒克贝塔贝塔，什么都不怕。飞机坦克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出发。我们是舒克舒克贝塔贝塔，最最有办法。飞机坦克准备好了，一起来玩耍。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，坦克车在作战。发现目标在眼前，准备发射炮弹。我是飞行员舒克，我是坦克手贝塔。比比谁更身手不凡，比比谁会更勇敢。我们是舒克贝塔舒